fired up.我饿了，哥们。你要辉哥给你点外卖。主要是我怕严重了，那也不行。他突然长出来的，就是突然就是一抖。不是你叫他抖什么？癫痫？没必要了吧？哎 ，M 七二。强还损我。来，给你。有直角吗？我直角。给我直角，给你取直。可以。走。声音大很正常，那枪本来对枪声声音很大。我听的声音也大。大卫，你听听有一声。哎，不错，不错。倒一个。追他，追他。停了，停了，停了。人搁哪了？我在我这。楼梯口，走了。就小燕，是这个枪大，还是有一声不正常的大，兄弟们？新兄弟，懂吗？辉哥以前打架的时候，一个能打八个。就左边有人蹦，有摩托车跑了，看到没？没看到，这就这种边沿走。哇，辉哥，摩托车前面，听到了，这不下，拿来吧你，哎，这怎么还不下来？拿来吧你，我就给他补了。那边应该有个人，还有，前面还有一个，后面应该在救人，兄弟，不是还有一个，后面绝对在救人。找第一个，一个到那，在这救人，救。有雷！哎，我操！我说了吧，后面绝对在救人，救呗！好的，保护！哎，你妹的，我真服了。别打，你往后撤。他看到我了，要不然他死了。烟要散了，我补烟。你打药。烟都不用。补一个吧，我们要保车。嗯。开车撤，兄弟，走。哎，他往左边拉了。停厕所了！我操！我是没头吗？真假的，哥？追他！什么牛马？掉俩胎。先看他续没续。我操！我不玩。追他，跟他打信号，跟他说我跟他对枪。先把车换。我跟他对枪。
石头。啊，没血了，我还是认真一点，认真点对待。厉害呀，哥们儿！我去防区，这太矮了，不公平。走了吗？他不会走了吧？走了，追他。先把车换了，哥们儿。你把车换了，等我。我靠，这整不了，真的。出来！人呢？对枪！走，那边蹦蹦。就在这，楼顶。我知道，别接。跳下去了。慢慢打，细一点。有血瓶了。起楼。对面二楼。还丢东西。俩啊，兄弟。哎呦我去，这个雷让我丢，全是败笔。二楼小文件好像。我进楼给左手烽火，然后咱俩往右边走，你把右边二楼小文件丢过来。还打急救包。小文件我丢过了。进楼上右手，啊，有火，我丢，你还有雷吗？没有了。哪来这么多人？哎，咱是不是找另一队去了？是找错人了？没有。那我去他们二楼，我去他们二楼。啊，楼顶有一个，我说嘛。楼顶吗？对。找了一个，在我帮楼顶。跳你楼顶了。对。你往后面走，他在咱们停车那个楼顶。你往下面走就行了，他在我们停车那个楼顶。打两枪。还在吗？对。哎，他跳了，跳右边了好像，是吧？应该是。我在楼顶扶人嘛。在楼顶，我能打。完了，哎，不是一个人，打错人了。不，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他在哪被你打死的？就在眼里硬救，楼顶，就摁救，没救起来而已。不丢雷，留两颗雷，留干嘛呢？过年呢。他妈左边有人，我感觉能装两个，感觉有伏地魔。卖个蹦，这个蹦我觉得很奇怪。哎呦，趴了一个！我操！哥们打了三枪，可能是我那个。跑了！抽烟呢？追他！你先打呀。走，我要手刃他。这有两包吗？
不是这，不是这，我们就这，就这，就这，看到了。哎，打错了。我们可以先去木房，哥们儿。来车，来车了，再送。走去木房。OK。上木房楼顶，都不带圈了这边。没子弹了，圈哥，舔一下呗。哦，那个人已经嘎了吗？没子弹了吗？你的包在哪？第一个包在哪？就搁能前面。就我这儿，他没子弹，他没有七六二子弹。我大惨，真没死，可惜了。这不也挺尴尬的，兄弟。接我走吧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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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爆头！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全家，那我贴坡了啊。嗯，哎，坡有人啊，坡有人，打坡了。我停个草垛给他秒了。好，这可以。瞄哪个？那个穿熊猫的。来来，三二一，打打打！两个人，掉一个。还有个残了。嗯，你往右边拉，你往右边拉。哎哎，不带圈，不带圈，缩圈了。那就不拉，那就不拉，那就不拉。打圈面。可以往右边了。他往右边跑了，他上车，这不大吗？这个玩意儿，死了死了，来球，啊！换你妹的蛋！好，没事，死完了。我打完你没子弹没有？忘记了，我操！快抢枪了，那另一队。OK。把木屋顶了，速度。车能动吗？能动。上楼顶。走吧，还是走吧，还是走吧。石头，石头，这个石头。上车了，两个。两个干嘛？停了，停马路对面了。炸了。马路对面圈很少啊，我顶过去了，我顶我们这边背包。顶石头就可以啊。嗯。那么声波雷。还没往右边摸吧。再倒一个。我直接点了。你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看见了。压力压力。哦，压力倒了。哦，牛逼！在车上，往车边。M 四的啊，人机兄弟们，知道七六二的枪有多变态了吧，兄弟们？用雷炸倒的吗，哥们儿？
跟其他人打。